家好，我哋今次同小甜豆一齐去水果岛冒险，唔知道会擦出乜嘢火花呢？全系列最轻嘅系西瓜勇士豆，佢六面嘅摇动空间都好大。荔枝滑草豆，佢左右摇嘅时候会感觉到特别打下。葡萄园丁豆同前面两款嘅手感都好相似，同样系六面空间大。重少少嘅有草莓发射豆，佢六面都有空间，摇嘅时候会感觉到左右中上打下。菠萝菜艇豆同佢差唔多重，佢前后中下部会有少少顶盒，而且我哋会感觉到背件打下。再重少少嘅有李子泡核豆，佢好闷，因为有塑料壳保护。香蕉熔懒豆再重啲，佢上下嘅打盒感好重，四面都略有空间。柠檬潜水豆都有塑料壳保护，佢上下摇唔喐，前后嘅中下部会感觉到有少少对顶。再重啲嘅款有橙子炼金豆，佢六面有少少空间，亦都会感觉到配件打下。同佢差唔多重量嘅桃子公主豆，佢六面嘅打盒感非常重。全系列尾二重嘅樱桃刮宝豆，佢有塑料壳保护，上下嘅空间系超级大，打盒感又重，手感好特别。全系列最重嘅就系企鹅寻宝豆，佢六面只有少少嘅摇动空间，并唔打盒。隐藏款梅果音乐豆属于中等重量，佢上下前后空间较大，左右空间相对少。大家准备好去抽小甜豆翻嚟未呢？期待下次会有其他角色同水果有互动。